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再来一个嘛，好厉害哟！你要我爸，要我爸留下来哟。哎，最近都不敢上山了。不上山是啥子嘛？哎，那倒也是。哎，女儿，你一个人在这干啥子？天都要黑了，你一个人不危险啊？不吓死本地的呀？这妹儿长得还有点乖哟。你要做啥子？要不得，要不得，那要不得呀！你他都无所谓的嘛。不好的，要不得。你们两个干啥子？打死你个鬼子！你们两个嫂子。妹妹，有啥子没得？哎呀。妹妹，你叫啥子名字啊？我们送你回去嘛。进来坐吧，我去整杯热水。进来。进来嘛，来。狗儿。那是我们屋头有娃儿嘞，大名徐翔，你可以喊他狗儿。来来，热水来喽。来，喝杯热水。热水。那个妹妹可怜得很，好像啥子都记不到了，怕是话都不会说哟。看她的穿着，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女娃娃哟。哎，要不明天去镇上看哈，看哪个屋头把娃儿丢了。好，那我去给她整点吃的，有可能是饿的。妹妹，来先睡嘛。明天呢，我喊叔叔到镇上去找哈你的家人。你莫怕，有啥子你跟我说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一二三，哎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这个菜太硬了，看不懂我看你，来进来，哎，你先走，乖，哎呀，哎哎哎。把门关到。啊。门儿关到。你去镇上打听没得嘛？打听了没人丢娃娃，但是镇公所喊明天把人送过去。镇公所？镇公所能当个案子哦？不知道噻。那是办公办案的地方，到时候找不到家人又把他往外头一甩，好可怜嘛。但是不能让他一直住在我们家噻，那好让村里面人说东说西的。再说了，多一个人呢，就多一张嘴呀。多得好多嘴巴嘛！我不管，你管想办法。我能想啥子办法嘛？哎，你就不要管了，我明天就把他送到镇公所去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再来一个，好厉害哟！再来一个，好厉害哟，好厉害哟！再来一个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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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你踢一个嘛！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再来一个嘛，好厉害！
你要不把我爸留下来哟。